双发射手结婚后，惊现豌豆家族终极形态——豌豆肌肉男。当双发射手与魅火菇结婚后，他们的孩子魅火双发，发射两颗魅火菇，僵尸大军遇到他也是只能无功而返呀。当双发射手与玉米结婚后，他们的孩子玉米双发，一次发射两颗玉米炮，这场面过于暴力，以至于画面都马上要变为马赛克了呀。当双发与寒冰结婚后，他们的孩子寒冰双发，一半寒冰一半豌豆，看样子这个还是不错的呀。当双发与豌豆结婚后，他们的孩子双发加豌豆，这是妥妥的变成了三发射手了呀，厉害厉害呀。当双发射手与香普结婚后，他们的孩子暴力双发，继承了香普的子弹追踪功能，而且激发了暴力双发的终极潜能，可以发射所有植物的子弹，牛皮牛皮呀。当双发射手与机枪结婚后，他们的孩子竟然激发出了豌豆家族的终极形态，豌豆肌肉男，他的出现足以震惊整个僵尸家族呀。最后这么多双发射手，你最喜欢哪一个呢？好了，我是君仔，点关注，咱们下期见。